啊，我们继续讲，刚刚讲那个概念呢，我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，更清楚一点。Possible 是事实上可能 ，Probable 是理论上可能，啊，那西洋的逻辑里面呢，是只要理论上可能就可以，事实上不需要可能。比如说，举一个例子，假设这个，有一天世界大战，然后各个核子国家都把核子弹都丢出来，然后把整个地球都炸光了，最后剩下两个人，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儿子，怎么办？他们还要不要再延续人种？好，就这样子啊，对，那我们就问了，核子大战的结果，最后剩下两个人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正好是他的儿子，那这种事实上可能吗？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不太可能，因为这几十亿人口里面，而且那如果有两个人，他们又正好是母子，这很。不太可能，可是理论上是可能的，那所以这种理论呢，就有点像那个公孙龙子的那个白马非马，这个理论就很 crazy，对不对？这样的，但是西洋人是可以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在先秦诸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crazy 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思想自由，所以你可以讲各种 crazy 的话，对。或许就疯狂了，对，没问题，所以他那个就是什么形式逻辑的关系啊，那如果一对男女，然后譬如说，假如你将来嫁给我的话，或是假如我们将来结婚的话，那么这个不是说理论上可能，这是应该是事实上可能的嘛，对。这样的，那可是那个女的如果说，不过我觉得那个是理论上可能，那意思就事实上我不可能会嫁给你，对，好，那所以那个，所以形式逻辑后来就发展变成符号逻辑，符号逻辑呢就是，那第一个命题就用 A，第二个命题就是用 B。然后结论就是 C 这样的，所以变成符号，所以变成符号逻辑，所以可以演算所以很自由。所以呢，还有一个最重要什么？因为那个命题已经变成一个代号了，对不对？一个符号，所以啊，都因为是符号，所以都没有价值。也就是说，价值的意思。在哲学上是指说善恶美丑是非，这叫价值，这样懂吗？善恶是非美丑，乃至于说，大小等等都没有了，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两件事，第一个就好像犯人一样，犯人每一个人都没有名字，就是一个号码，对。就是号码，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是男的，是女的，是多高多瘦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又像什么？又像电脑，电脑0101，完全没有任何价值了，对不对？所有东西都化成0101了，所以都没有价值的问题，所以都可以演算。这样，那演算出来到底是什么 crazy 的什么玩意儿也不晓得，也没关系。这样的。所以，这就是西洋逻辑的最后变成那个样子，然后就脱离了价值系统，你知道吧？就脱离那逻辑就脱离了价值系统，因为逻辑本来是哲学的一部分，那哲学里面一定要有价值，一定要最后要跟伦理学要结合，因为
因为他处理人生的问题，哲学不是光是玄谈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后来就脱离了这个价值哲学，啊，也就是脱离了实际人生的是非善恶这样的啊。那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我刚刚讲过，就是说他们不受一切道德观念的规范跟约束，这是好处。坏处也是同样是这样子，坏处就变成说他们跟实际人生有时候就脱离关系，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他们会变成佛法所说的言说戏论，你可以讲很 crazy 的事情，那你说你这也是可能的啊，理论上可能，可是对实际人生没用，没什么用，没什么作用，所以就变成言说戏论啊。所以我们佛法的那个一明学就跟这个就比较有点差别，这个一明学里面呢，它就比较广，而且很圆融，你我们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啊。所以西洋哲学到后来就变成好像很偏颇，你知道吧？走入偏锋这样的，就像西洋所有的学术一样，到后来都走入偏锋，连艺术也是啊，走入偏锋啊，很光怪陆离，对不对？啊，光怪陆离到什么？比如说，就开演奏会，钢琴演奏会。那演奏家不是在坐在那边弹钢琴，而是跑到后面去拨那个琴弦，这个叫做演奏。然后这个画家开画展，这个很有名的画家开画展，然后进去的时候在纽约啊，然后一进去就是有个阶梯通下去，然后这灯很昏黄很暗啊。那然后你那个不小心就跌了一跤，然后就灯光就大亮起来，大亮起来有人看到一幅画，是有一个裸体的女人啊，那个裸体的女人是画，但是那画的在乳房那里挖两个洞，真的有一个女孩子站在后面把乳房露出来，这个叫做画展。一塌糊涂，还有一个开画家，那个这个都有个名词的，我都没有去管它。这个很现代化的，那有一个开画展啊，结果是什么？他做了好几个气球啊，很大的气球，然后讲定的时候，早上十点钟开始，就十点钟到的时候，人都到了以后，他就把那气球一放。就上去了，所以这就是画展。事实上是放气球啊，对，啊，所以一塌糊涂，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到后来就是搞怪啊。那我想这个美国文学也是从19世纪开始，因为好像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成熟的文化，所以。一开始就是搞怪，惠特曼啊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反正很多很多都是搞怪的，好，接着看22页哈，第二段关于惠施的必同必异论，后期墨家认为万物间。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，但异中有同，同异的关系有四种。啊，这个第一个，这个是那个墨家啊，在这个就批判这个惠施的必同必异论了啊。那他们提出是说，第一个是同，就两类事物的。概念完全重合啊，叫做重同啊，重合就是叠在一起 overlap 这样的啊，叫重同啊。
duplicate 或是 overlap。 第二个体同，两个概念属于同一个整体啊。第三个合同，两个概念在同一个范畴中啊。第二个体同啊，啊，就两个概念属于一个整体，比如说头跟颈是同一体嘛，对，所以它是体同。合同，两个概念在同一个范畴之中，比如说家跟族啊，家跟族，家族啊，啊，家跟族这两个概念是在一个范畴之中啊。第四个类同，就两个东西的属性相同，也就是所谓的性同啊，比如说白人跟黑人，那它类是同的啊，同样是人类嘛啊。然后至于相异啊，这个也有四种，不同，不体、不同、不类啊。二，不体、不同、不类，这两组相异、同异的理论，墨家因此而批驳这个惠施的万物一体说啊，而称之为概念上的混淆啊。他因为惠施讲说万物一体啊啊，那墨家认为这个是概念混淆啊啊。他们以批驳白马非马啊这个理论来指出说，牛马之非牛啊，因说之在间啊，牛马之非牛啊，说之在间，因为说之在间有二类动物啊，故这句话是对的啊。意思就是说，白马并非有两种动物，而是一种动物，对，白马不是两个动物啊，两种动物啊，是一种啊，所以说白马非马是不正确的，但是牛马非牛是正确的，牛马非牛是可以讲的，因为牛马是两种动物嘛，所以说之在间，间就是间有二种动物啊，这一个说法是说牛马非牛啊，把那个字可以不要看，牛马非牛，它是仿照它的白马非马嘛，那现在讲说牛马非牛，那这个是可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两种动物嘛，对，可是白马非马，这是胡搞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惠施、公孙龙子他们呢是很有想象力啊，对，想象力很活泼啊，所以讲出很多胡说八道的话出来啊。可是你又辩不过他，你知道吧？你给他东搞西搞，都头都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意思就是说，牛之类与马之类，固有类同，但非体同或是重同。但是他们不是体同啊，或是重同啊。那白马虽然不等于马，但是却是属于马，因此说白马非马是不正确的。由上所述可知，中国在先秦诸子中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逻辑及知识论上的论述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个历代啊，一讲到中国先秦诸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印象都知道，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学术最发达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然后想象力也最丰富啊，各家都
讲出他自己很特殊的理论啊，到后来就没有了，到后来就很死硬啊，这样的，但为什么后来就消失了呢？这有两个主要原因，第一个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啊，钳制及破坏一切学术，就除了医学、植物学跟占卜以外啊，一律不准研究啊，也不准学啊，所以那连尚书也都烧掉了。后来好不容易就找到一本两本了，这样的啊。第二，我们不是有诗书玉立乐春秋吗？那乐经也都烧了光光，乐经完全失去了，完全失去了。因为据说以前古代那个音乐是很好的啊，很高级的啊，可是因为烧掉了，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，我们中国的音乐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汉武帝以后啊，汉朝以后，然后，张骞通西域有没有？还有那个大将军，这个窦宪啊等等，他们不是伐匈奴吗？然后因为伐匈奴啊，就到西域啊，然后所以因此呢，就把西域的东西也传进来，所以我们的琴，我们中国也没有琴，有了就是胡琴。你知道为什么叫胡琴？那是胡人的，你懂吗？所以那不是中国老祖宗的，不是啊，是洋人的。所以琵琶也是西域的，你知道？那个筝也是西域的，所以我们中国都什么几乎都没有，恐怕只有笛子吧。牧童吹的那个笛子，好，那所以不仅是说乐经不见了，那乐器也没了，很可怜。然后，其二就是汉武帝用董仲舒之意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家，就实施学术控制、思想控制。剥夺人民知的基本权利跟学术自由，所以把你的嘴巴封起来，把你的眼睛蒙起来，这样子，然后到时候喂你吃饭就是了，因此中国逻辑学变高夭折。虽然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又有清谈之风起来了啊。而西晋鲁圣有墨变著已经亡矣了，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那时候又说思想又有点兴盛起来，那个原因在哪里？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佛学进来啊，有佛学进来，那佛学然后再加上那时候乱世啊，大家也都这个生命常常不保啊，所以厌弃了这个现实啊，所以就趋向了这个学老庄啊，老庄的出世的思想，然后那个时候又佛法已经进来一阵子了，因为从西汉开始啊，东汉那个明帝的时候进来了啊，那然后这个晋朝的时候就很多高僧大德了啊，所以这个佛学的研究。跟这个儒家的世子啊，就不太喜欢读儒书了，因为那时候读儒书也不能做官啊，最主要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就读老庄啦，研究老庄，那时候风气很盛，所以就老庄跟佛家就搞在一起，他们把它搞在一起来研究这样子，以及清朝中叶有王念孙、王隐之等人注解及研究墨学，这个清末明初也有一些学者，这个着重研究墨学中的认识论，
逻辑以及自然科学的部分。所以你们知道 墨子是一个科学家知道吗？他还是逻辑家也是科学家，他也是个发明家。 你不知道他发明云梯啊，工程的时候云梯，他发明的，然后还发明了，好像发明了类似那个这个战车啊那一类的，所以用木头做的就是了，战车，所以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，但总的说来，若这个时候中国才要发展自己的科学，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了，才要发展自己的一套逻辑学啊，这已经太晚了啦，不如施法西洋迎头赶上，还来得直接实际一些，不过因为中国历代都没有真正怎么提倡学术，是因为是董仲舒独尊儒家嘛，儒家就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啊，对哈，然后四书五经啊，然后就背书啊，摇头晃脑的，然后就当官啊，这样的，所以你看所有的那些实用之学都没有，就空白，只有偶尔有一些很奇人异事啊，他自己研究，有些成绩，但是都是独立的，没有人，王家也不鼓吹，然后也不提倡，他就是要你，反正你就是乖乖的读四书五经，然后好好听皇帝老师的话，然后做个官发点财这样子，就历代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到清朝的时候，清初的时候有讲说经世致用之学，听过没有？就刚刚写的那个王隐之啊，他们经世致用之学，经世就是经的经营啊，也就是管理天下啊，那就是那是什么东西呢？自用就可以用的，比如说这个经济学啊，会计学啊，然后这个自用的，像这个比如说我们中国不是有水患吗？那就要那个土木工程啊，机械工程啊，这些东西的都没有人在研究，那所以不知道怎么搞。然后你看那个县太爷哈，你现在想想就很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玩，也其实也很可悲。他就读了四书五经，然后去考了以后，然后考了就当了这个状元，棒眼探花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分配当县官啊。那县官以后，你看他会的就是四书五经，然后吟诗作词这样子而已。可是他管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政治、经济、财政、司法，所以，他也是司法官，对不对？他亲自审案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如果有流寇的时候，有贼人的时候，他还带兵打仗，对不对？他又是将军，你看，然后这个县里面的这个财政啊、财库啊，那个。他也自己要规划，你看看，他又算是这个中央银行总裁，你看，所以，然后如果，这个黄河决堤啦，或者长江淹没啦，然后他要去治水，你看要搞水利工程，可是他又都全都不懂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是。伤脑筋，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要怎么搞，怎么搞的，怎么样存活下来不晓得，就是这些官员，然后只会四书五经，然后就把这个天下治理的好好的，不过常常也都是饥民一大堆啊，那
逃荒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怜。所以哦，这笔账记在谁的头上？汉武帝的头上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家。因为那些我们先秦诸子那些东西都有，都有雏形，但是都被这叫什么摘掉了。所以你看以前的说所谓的才子是什么？才子就是会吟诗作词，然后会做对联这样的。那你看那个小说里面说，这个要选夫婿的时候，然后我做一个上对，你对一个下对，对对了，那就成交了，这很可笑的很。你会做那个对子，当然了，你那个语文的程度是不错啦，对不对？可是是不是才子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，是不是？莫名其妙。好，看24页，这个就好了，好，这比较好玩啊。佛教逻辑学啊，佛教逻辑学，也就是所谓的因明学啊。这个佛教逻辑学是我给它的名称，因为历来也没有人这样讲。但是我因为稍微研究了一些逻辑，就一看，哦，这就是逻辑学。如果没有这样子因类相比的话，你很难学会啊。古印度人跟古希腊人一样，在做学术论辩或是论证的时候，都是依循一套论证的游戏规则啊，或是法则，作为一切论证的工具。因此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呢，就称为工具论啊。而这一套法则，希腊人称之为逻辑啊 ，logic 啊。那印度人就称为因明啊。那因明的意思啊，令人于一切因皆得明了，明白。那因当然就包括果了，因果这样，或是因缘啊，都明了，所以叫因明啊。明因明果，明因明缘，这样的叫做因明啊。所以这个因明学啊，跟唯识学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说因明学不是为了因明而因明，是为了明了一切因果，那帮助修行这样的。那这个唯识学一样，不是为了唯识而唯识，是为了修行而唯识啊，要让人了解，让修行人了解自己的心事。因明一词源于四吠陀论，吠陀梵文叫 Veda。 四吠陀论是婆罗门教的根本圣典，四吠陀论又称为四明论啊，因为吠陀就是明的意思。了觉远所撰的《大日经义释演密钞》，简称演密钞，卷二说：“韦陀此云明，即是外道四明也。”啊，他翻成韦陀啊，就是吠陀了啊。《毗那耶杂事》第16卷说：“婆罗门子读四明论。”啊，婆罗门他们的小孩子都要读四明论。金光明最胜王经卷7说，大婆罗门四明法啊，
幻化咒等皆悉通啊。婆罗门教的四吠陀，这个或者是四名呢，就是第一个律吉吠陀，是让你明了赞颂及招请之法。招请什么？就请神呐、啊，啊，因为他这个是宗教用途，这个四吠陀都是宗教用途的，所以这个是请神。我们的佛法称为招请法，或是勾招法啊，勾招。那第二个沙摩吠陀是名咏唱之法啊。那第三个啊，夜柔吠陀就是名献供之法，就是供神的法啊，供养法了啊，供神供养法。第四个阿达婆吠陀是名咒术算术之法啊，这是依《百论》书里面所写的，因名即含在此中。是为一名的本源啊。那开始的时候，这就说在婆罗门里面没有一名了，只有这四名啊。那这一名是含在这个第四个阿达婆吠陀里面。后来在西元二世纪左右的时候，印度六派哲学中的尼耶耶派，也就是正理派，即是印度哲学的形上学派，他鼻祖是竺智仙人啊，就发展这个阴明这一部分，而成就印度的阴明学。这一派的阴明就称为外道阴明，而佛法中的阴明就称为内道阴明。这内道阴明的缔造者是陈那论师啊。那陈那论师在佛灭后完成阴明正理论门，阴明正理门论啊。这是内道阴明的根本论点。在这个论中，陈那菩萨颇沿用竺木仙人之说，并改进发展传统内道外道阴明之学，从而奠定了佛教阴明学的基石。陈那论师，陈那菩萨啊，他的弟子桑杰罗祖菩萨就继承他的志业，而著了《阴明入正理论》啊这本书，而广弘阴明之学。相对于婆罗门教的四明论，佛教则立五明啊，所以这个桑杰罗祖菩萨所著的《阴明入正理论》，也就是我著的这部译观啊，就是讲这一个啊。跟你们讲个笑话啊，有一个弟子哈、哦，他人家跟他请经的时候，然后人家问说，就是这本书啊，他就讲说，哦，阴明入正，不能讲阴明入正了，要阴明入正理论了啊，那你就讲阴明也行了，但是不要讲阴明入正啊，这个都等于是把他腰斩了，你知道。啊，相对于婆罗门教的四明论啊，佛教立五明，五明是啊，佛教的五明是啊，第一个声明，所以佛教的五明是比那个婆罗门教的那个四明要广得多啊。第一个声明就是梵唱或是研讨文字声韵之学。也就是音乐、文字学、文法学、音韵学、
语言学、语义学，全都包括在内，叫做声明啊。因为一切的语言文字都是声音开始的嘛，所以叫声明。那顺便，佛法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声明，那就是真言中的梵唱，特称为声明修谬。这个是从印度传过来的，然后在中国就是昙花一现，就在唐朝那个时候啊有，然后接着就唐武宗毁佛又就全部都灭光了啊。那我到高野山就学到了啊。那这里面就很特殊的，就是我们中国又讲工商角之语，对不对？它里面也用了一些这个，但是主要还是佛教的，然后有一些很特殊的符号，那个把那个梵唱的那个音调啊什么都画出来了，这个很不容易，很不好唱啊，但是唱起来是很好听，这个所以真言中的梵唱是我们这个中国传过去的，就是最原本的这种真正是梵唱啊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乐器都没有，只有一个把这样的，唱到最后完了以后敲敲把这样的啊，那跟中国的梵唱不一样，中国梵唱有鼓啊、铃啊、木鱼啊、引磬啊、当科啊等等，就很热闹，对啊。但是真言中就很素朴，我觉得它这是最原本的东西，很素朴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，很匪类啊，这个或是毁类啊，挥泪就很会回东西啊，这台湾话了，我们在高野山那个声明那本书这么厚一本，里面，好，那就是弘法大师，就空海大师从青龙寺请回去的，所以我算是很幸运啊，就是亲到高野山去，所以就学到了，好，那个叫修谬啊，不过是真言中的修谬，是特指这个梵唱这样而已啊，而不是这个音明学里面所讲的声明啊。第二个工巧明，就是包括一切的工艺、科技之学啊，叫工巧明啊。然后医方明就是医学，音明就是佛法的逻辑学或是论理学啊。第五个就是内明，这内明是什么？就是佛教教典里面的道理，简言之就是佛理，这佛理就是内明啊。因为让你明了自内心的自心自性，所以叫内明啊。以佛理能令众生明了自心内法，而得开悟解脱，故得此名者，即是内明啊。那发挥此名者，就是内明之学这样子啊。是故佛法称为内明。那音明学，顾名思义，我们刚刚讲过，这音明就是让你了解因果因缘啊，都能够明了，所以叫音明。经由这个思辨啊，经由思辨论证，而让你明了一切事项的因果啊之学，叫做音明学啊。那音明学的内容分为三支跟五分论啊。三支是什么？就是中、音、喻啊。
无分论呢，就是中阴欲合结啊。好，那先讲无分论。无分论中阴欲合结，中 proposition 就提出一个 proposal 啊，这个提出一个道理来啊，一个说法啊，这相当于西洋逻辑的命题啊。因 reason 就是理由啊，欲就是 example。你知道吗？我把这个弄出来，这个不容易的，因为史无前例，没有人这样讲了，所以你看着中英语和言论搞得糊里糊涂的。我经过研究、消化、吸收、整理以后，发现说，哦，这个预言呢就是 example， 就是举例的意思，就是举例证明之的意思。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，不是老师叫我们要写举例证明吗？那就是阴明学里面的欲啊，所以这个欲不只是比喻而已啊，而是实际例证的意思啊，也就是旁证啊，实际例证跟旁证和 application 又称为法和啊，那也就是把欲跟中阴这两个法合在一起来讲，合在一起啊，然后最后结论啊，举一个实例来说呢，中有一个命题，中就是说山上有火啊，那阴啊，他提出一个意见啊，说山上有火。也就是山上失火了，啊，山上失火了，啊，那阴以见山上有烟故，啊，阴是什么理由嘛？什么理由呢？你怎么说山上失火了？因为看到山上有烟，欲同欲如厨房见烟，意欲如湖上有烟气，同欲就是说。跟他性质类似的、性质相同的例子啊，你若看到厨房里面有烟，那就知道厨房在烧火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同样的，因为看到山上有烟，所以我推论说山上有火或是失火了，这样的意欲。意欲就是跟性质不太一样的，就是湖上有烟气啊，这是意欲，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。和如是，和就是把这几个整个整合起来，然后结事故说山上失火了，这样啊，所以这个就是。很严谨的这个论说了，讲的。以上是五分论，哎，时间到，不要讲那么久，讲那么久又没有终点费，啊，也没有超终点，这年头这个生意要做得精一点，今天28号是。我跟你们讲哈，这个我要讲这个阴明学啊，这应该算是，如果不是破天荒，也是划时代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尤其是把这阴明学跟西洋哲学、西洋逻辑合在一起，哎，你比较容易懂嘛，对。要不然你看那个中阴欲合结搞得糊里糊涂的，你查字典也搞不懂，是不是？但对
好，拍手。那我们来安利了、哦、和尚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